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40集。以往阿帕奇的玩具呢，由于都是放大了，或者是精图，或者是做一些小改模，所以我都是用非正式的玩具变形金刚分享。那这一期的话，我给它一个正式的编号1540级，这也算是呢我对这款玩具一个原创指数呢高过了可能将近80%的一个肯定啊。那规避版权的关系呢，这一款致敬领袖之证黑寡妇的这款产品呢，取名叫做暗黑女公爵。那它的话呢，这个盒绘真的是好看哦，非常有美式动画的感觉啊。这个盒绘我要给超高的分数啊。这边的话呢是另外一种画风，但是应该是同一个线稿啦，只是做不同特效而已。然后后面一个有如黄昏一样的这个入夜后的森林啊。这是入夜之后的森林啊。不管怎么样呢，这款玩具大家期待度是很高的。我记得数年以前吧，大家就已经很期待，因为当时领袖之证的正版的黑寡妇实在是做得惨不忍睹。然后那款玩具我已经把它丢掉了，我是说真的，我真的把它丢掉了，我把它的头给留下来而已。我找一下那个头好了，哎，头还在哎，对啊，我想一下，我最后只留了它的头而已啊，那个身体我已经忍不住把它丢掉了，因为只有这个头，是非常的好看。那所以我把它头留下来而已，我是不是很无聊，对不对？那我只剩下头可以跟它做对比了啊。那你要讲头雕的话呢，我们以往都说呢，官方的头雕很胜出，这官方头雕真的是很好看啦。但这一次的头雕做的也是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非常有美式的漫画的感觉。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它头上那个圆弧，这个角啊，这个光泽打下去，不可不谓。优美啊，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它身上的黑色的这些部分的话呢，我总觉得好像跟头上的这个塑胶是不是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反射出来的光芒的这个档次呢，好像低了一档的感觉啊。然后呢，哎，这个我脚没有压好啊，OK，sorry 啦。那么它的话呢，配件也比较多，那最显眼的就是后面这么多的这个蜘蛛的触角，但蜘蛛不是应该是8只腿嘛？为什么它只有附6只呢？然后另外这个就是变成螺旋桨的这个部分，那非常遗憾，这个东西呢，无法拿在手上。各位也看到他的手啊，就是非常薄的一个手掌而已。这个倒是跟官方的那个，就是也是一个薄薄的手掌是一样，但是官方那个还能拿武器，你这个连武器都不能拿，比较可惜。当然，如果说你硬要把它给塞上去也是可以，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后面这个是不是触角太多了啊，就感觉反而是比较让人家觉得累赘了。那它完全可以当成是很好的一个支撑。那这个玩具的死角呢比较少啊，大部分的角度来看呢都是挺漂亮的，但是呢，我对它的没有屁股的造型呢，我是很有意见啊。这个当然由于变形的需要了，它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做出臀部的造型了。那因为最近我拍了一些，不对，我最近拍一些RC 的玩具，对不对？我都是拿屁股当封面。等你到了这个年纪就知道啊，屁股的话是比，对不对？比胸部这个东西要好看得多啊。屁股，对不对？胸部只是屁股的山寨品而已。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就知道了啊。屁股呢才是王道啊。当然，你可能要跟我说胸部是霸道啊，随便你啊。其实最近我们写真界里面最流行是拍腋下。好啊，这个不是重点啊。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腋下啊，不是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好了啦。它的可动关节算是多的，手部的话呢，这里啊，黑色的这个杆子是要插到这个紫色的这个连接突扣上去的，但是很容易去脱掉啊。这个因为掰的时候呢，就是手啊稍微碰一下，加上它这个护甲呢，会影响到它这个球形关节，所以你掰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把它弄脱臼了。然后呢，二头肌是没有得转动的，然后用了一个球形关节在肘部，让我们可以取代二头肌跟转动。那这个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用到它的啊。那这个手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只能转动，但是没有办法持武器啊，很薄很薄的手指啊。那头雕很好看啊，再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我觉得它这个眼珠这个紫色啊，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嘴唇呢，居然把嘴巴给做出分裂，它是给，简直就是这个就是有漏，就是嘴唇是微微张开的了啊，真的是好看，但是好像没有电影里头，没有动画里头那么邪恶，似乎邪恶指数好像少了点啊，但是也是好看了。那腰的话，上半身在这里转啊，不是在这里，是在上面，然后腿的话呢，这里两边呢，它是有做出比较宽一点点。
那让这个臀部看起来比较大。那这个裙甲的话呢，哇，这个裙甲优雅了，摆到后面好看，摆到侧面一点也好看啊。甚至你可以给它做出一个像是自己掀裙子一样的感觉啊，都可以啊，确实是有点意思。膝盖啊，弯到大概这么多，腿的线条就好看了啊。那后面是一个高跟鞋的造型，那这个像是尖刺带刀一样。那你发现这个角度来看，它也非常的好看。那完全也可以用这个，它是扣在后面这里。那扣的时候是稍微用一点力啊，这个扣上去。好，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把它这个腿啊，就是摆个翘起来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触角啊这个东西，你把它往下一顶啊，它是完全可以把自己顶起来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把脚往前踢一点好了，做出一个，好吧，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它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半蜘蛛半人的一个造型，就是把这个地方给解开，然后往上提上去。这个是只做个样子而已啦。这个地方，另外脚也可以打开，那比较紧啊。打开之后，然后两腿的话呢，就做一个合并，在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小合并。两侧中间是有组合卡扣的啊，我们把它给扣上。这玩具都是黑的啊，所以比较照相啊、录影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就是记得往上推，然后这个裙甲就往下包下来，但是它没有地方扣了啊，它完全就只是做个把腿缩短的形象而已。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做，就是把它的这个，完了这个蜘蛛的这个脚啊什么的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你也可以，这个应该是拔起来吧，然后换成扣这边，这个看造型应该是这样，这一侧后面这个裙角就把它包起来，这里一样，把它给打开。玩具呢，它的一个强韧度怎么样？阿帕奇的玩具，我想强韧度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了啊。坚硬度的话还是挺够的，坚实的一个安全系数是比较高。但是这一款尖锐的部位比较多，所以把玩的时候还是有些地方会蛮扎到手的。各位就自己去注意留意一下。好了，就这样子啊，完全可以把自己撑起来，变成半蜘蛛的形象。应该说这就是它蜘蛛，应该说这个就是它的蜘蛛形象了啊，因为它完全就是，如果你要说它三边，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直升机了。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看，我觉得也好看，这个邪恶指数很高。如果说以人形直升机跟这个形象的话，我可能会最喜欢用这个形象，把它做一个摆放。虽然它非常的占空间，但是它很有特色啊。非常的邪恶的一个样子，好，尤其是一个，如果你喜欢那种半人半兽的妹子的话，这个形象应该会让你，对不对，有那种喜欢的感觉。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黑夜女公爵的变形过程。那我的习惯呢，第一个步骤呢是把手呢给推到这个肩胛里头，它形成直升机的飞机头的侧面，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就是利用手肘的一个双动关节，你只需要从外面这样去合就可以了。再来呢，把背部的话呢给挑起来，这个地方挑上去，然后这里有一块部件，记得把它给挑出来。好，挑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整个上半身的这个地方回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把这个紫色的这个部件，这里我们刚刚说那个部件，把它给推开，然后呢，这里出现一个我比较不能去理解的一个位置，它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要弄 C 型扣呢？有时候的话呢，是会不小心把它给扯下来的。如果你还不擅长它的变形的时候，是有可能把它给扯下来的。我个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就是直接弄死就好？为什么要弄个 C 型扣？再来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它的这个两个裙甲给翻开，把这个头啊给直接塞到这个臀部里头去，直接透过这个关节把它给折下来，整个给塞进去。塞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吧，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呢的话给弄完，它的这个往下压下来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凸个刀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扣上去，两侧都有，把它给扣上。好了，这个时候呢，头部就已经固定好了啊。头部固定好之后呢，这块部件建议吧，先把它给弄完，推到后面去。
然后呢把这两片部件给盖下来，先盖下来头部这个地方不小心又爆开了，再把它给捏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把它的这个腿啊跟这两侧它是有组合卡扣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卡扣都很明确的，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困难，把它给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直升机的一个骨架呢已经几乎是完成 90% 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两片也先压下来，头部的话呢这里就压上去，然后两腿的话呢就只剩下后面的这个尾翼要做一个结合，不是尾翼啊，哎，是尾翼吗？啊，算吧，算是尾翼吧。好的，那最后就是把这个裙甲这个部分，这里不是有个洞吗，扣到这边这个凸上来，把它包覆上去。那因为已经其他地方都已经扣好了，所以它的一个公差的话就会蛮准的。这里就是记得一样把它给拼图拼好看一点，那再把它给扣上去。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扣好之后呢，最后再做这些严丝合缝的调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个人感觉吧，这个变形的一个设计实在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它有领袖之证的风格的设计在这里头。怎么说？因为它利用到了一些双动关节的设计，那这个是领袖之证 First Day Edition 的时候呢经常有的设计版本。虽然说这个黑寡妇啊出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第二季 Robots in the Sky 的时候了，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简单明了，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掰完啊，完全是可以在直升机跟人的形态下去做把玩的。那你可能会说这什么直升机，这是条鱼吧，问题是动画片里的话好像也还真的就是长成这个样子，你也没法挑它什么毛病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形态。然后呢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对不对，在这么诡异的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你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真是太厉害了。而且你这个眼睛不小心侧边看一下，你会发现哇靠，这个暗中观察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邪恶。整体来说这一款暗黑女公爵 我认为吧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领袖之证周边产品啊，我只能说它是周边产品，那可以说是彻底的满足了大家当年对领袖之证的这个黑寡妇的那么多的不满吧啊，那么多的不满。然后这一次就是一次的呢把他的一些毛病啊都给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改。我试着把这个图装上去看看，好吧，就呵呵长着蜘蛛脚的直升机，我们把它给撑起来看看。好，那反正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第三方嘛，就是存在的意义呢就是抓官方没有做好的这个空档来求一个发展。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可以说是完全戳到这个点，但它还是有毛病的，没有臀部，没有屁股的女机器人，我要扣你60分，对不对？这个实在是我个人比较抱怨的。再来就是它有一个莫名其妙的 C 型扣的这个手臂跟身体的连结。那除去这两个之外，其实这款玩具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啊、哦。那蛮推荐的，如果说你不管你喜不喜欢领袖之证吧，这是一个可以变成蜘蛛的女机器人，而且有很好看的面雕啊，还是颇值得一入的。那么这一集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